今天要来介绍阿赖耶健康皂红润肌肤的临床试验。这是阿赖耶健康皂，这是一般的擦手纸，这是水。在使用之前，我们首先将阿赖耶健康皂沾水后均匀涂抹在手上，轻轻涂抹即可，等差不多五秒钟之后，用擦手纸呢，轻轻地将泡沫擦除。大概有70%的人在洗后约十秒钟以后，你可以发现到肌肤会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红润，哦，像现在这个样子。红润美白同时发生，所以是粉红色的肌肤变得非常的漂亮。这是世界上首例能够红润肌肤的健康皂。